玫瑰系列之二，寻找玫瑰的名字。化为人形的玫瑰，以刺的隐喻，意象崇祯与象征的世界。玫瑰幻化为人形，在旷野中昂然挺立，它绽放只为寻找自己的名字。玫瑰化为人形，身上依旧挂着刺，仿佛由骨骼生出，渐渐化为新芽，是转化，是重生，生命拥有神秘的力量，对抗着现实与腐朽。灵魂中的刺穿透躯壳，不断地重生与追寻，如玫瑰寻找它的名字。